李安导演的《少年派》在这次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得到了最佳导演，在票房上也打败了《林肯》啊。那许多人呢对《少年派》有非常多的报道，但是中天的《梦想驿站》告诉你，其实你在海上漂流，有些角度，尤其是瘦得不得了的那个少年派，不是原来印度的男主角，这个替身，他有个替身哦，他是来自南非。在东海大学的附属中学里头当英文老师，那当李安呢到台中去取景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跟他身材很像可是很瘦很瘦的人，那你要他瘦下来有的时候一下子没有办法那么瘦，于是呢这位南非来，他的身材背影跟长相真的还蛮像少年派的男主角，就上场了。我们到台中去的时候发掘了他，然后呢还请他在东海大学的草地里头表演了几个在少年派里头他当替身的特殊场景。把小船拖上岸之后就再也撑不住趴倒在地。嗯，这个场景好像很眼熟，让我们倒带再看一遍。这不就是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结尾的经典片段，这个瘦瘦黑黑的外国人把东海教堂当背景，在草地上演起了少年派，是很想红吗？不说的话真的是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少年派二号，也就是主角 Suraj Sharma 的替身，来自南非的 Ricky。 This is my body, yes, and so, and but my face is replaced. Oh. So that's me looking up, and the tiger jumps over me, and I just watch the tiger. And I had to really put my feelings into it, like being tired, and then watching the tiger go away and disappear, being sad. So I had to combine that, and so the director would tell me how he wants me to feel.感动无数人的结局这一幕，少年派精疲力尽地趴在沙滩上，带着悲伤看着老虎走入树林，消失了身影。那显露了无尽疲惫的身体，微微发抖的手，尤其让人感觉得出那种伤怀。这个身体其实就是由 Ricky 演出的。拍摄这场戏的那一天，他一直趴在白沙湾的沙滩上泡海水整整两个小时。尽管是五月的垦丁， Ricky 还是被冷得直发抖。181公分的 Ricky 外貌身高与主角 Suraj 非常相似，戴上假发再化了妆，两个人看起来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在于 Suraj 稍稍有肉一点，而 Ricky 却瘦得多。其实 Ricky 仅仅只有60公斤的体重，就是他被找来当替身的关键。At the beginning he needs to be fatter, and then towards the end because he has little food, so he loses a lot of body weight. So.Even though it's not dangerous, I could do the acting and be skinny enough. 因缘际会成了主角的替身，但一开始 Ricky 其实只是在片场里负责帮忙灯光、镜头定位、对戏的助理人员。就这么对戏走位，走着走着，李安觉得他够瘦，很符合历经漂流危难后的拍形象，他就变成了拍的替身，专门负责需要表现沧桑肉体的镜头。We shot that in May.It was actually quite warm, but just lying in the water, like half of my body was in the water, and the waves would come over my body and cool me down and then go away, and then it would come back again and then go away. So just lying there for 2 hours, constantly being washed with water, water going in my ears, up my nose and everywhere, and so on. But it was still a great experience. Yeah. Stand up, please.
现实生活里的 Ricky 则是东海实验附中外语教学中心的英文老师。30岁的 Ricky 是南非人，在美国念了大学及工作，是户外营队活动计划及教练，教小朋友攀岩、射箭、野外攀绳等等。因为姐姐在台湾，她也跟着来到了台湾教英文。原本只打算待一年，但是因为很喜欢台湾，就这么留了下来。平常要上台演讲简报都会忍不住话筒的 Ricky， 却意外演出了李安的电影。虽然只是主角的替身，却燃起了 Ricky 对表演的热情与想象。Ricky 的演艺梦就从台湾这儿，少年拍的小船扬帆起航了。南非的一位英文教师在台中找到了他的替身演员梦，而且第一次当替身演员就演到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得奖的《少年派》。我想他的人生太奇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